Hello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鄂东老男孩。今天我们来这个大山顶上啊，一个朋友在这里做那个什么养殖的。然后我们刚刚吃完饭，准备去找个地方钓个鱼，然后看到这个刚下雨啊，这个山上现在就是这种云雾缭绕的状态。我们准备飞一下无人机试一下，看看能不能拍出个什么美景来啊。